同修梦见去庙里上香，想把东方台的菩萨供在庙里，但有个人说，让他给财神爷做双鞋子。后来做梦人手上拿了一双红色的鞋子给财神爷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弄了一双红色的鞋子啊？嗯，给财神爷。啊，那没问题，那挺好的，那也叫供养。财神爷可以穿红鞋的，嗯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是不是说他会有财运啊？是啊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